而家日聽 TVB 放學 ICU 主持暨協會活動策劃顧問 Jim 哥哥上嚟話我哋頒獎。而家有請短跑組嘅組別，第一位係陳文信，二十米短跑嘅優異獎。十米短跑亞軍羅子欣，之後請二十米短跑冠軍關卓蘭。跟住係 K 1組別嘅十米短跑賽事，黃日希優異獎。十米短跑的季軍劉雲毅，好，之後請十米短跑的亞軍關善欣，好，跟住請十米短跑的冠軍林勝文，望住我呢度，望住呢度。之後是 PN 組別的十米短跑冠軍薛子俊，好，之後是扎豆袋的賽事，有請 K2 組別的季軍陳文信。亞軍薛子慧，冠軍羅子欣，亞軍黃日希，冠軍林勝文，即是 PN 組別的炸豆袋冠軍薛子俊。頒發跳遠比賽的項目，咁 KU 組別的季軍薛子慧。亞軍陳文信，冠軍羅子欣，是 K1 組別的亞軍黃日希，另一位 K1 組別的亞軍劉雲毅，即是 K1 組別的冠軍林勝文，即是 PN 組別的冠軍薛子俊。之後是親子比賽的項目，爸爸合作的冠軍是關卓蘭，合作的冠軍羅子欣，然後是與媽媽合作的亞軍關善欣，羅子欣，跟住是親子比賽的 KU 組別亞軍黃日希，家庭組的另一位亞軍林勝文，是親子比賽家庭組的亞軍劉雲毅，之後是親子比賽家庭組別的亞軍薛子俊，之後是親子比賽家庭組的冠軍薛子慧，之後是親子比賽家庭組別的冠軍陳文信，之後是親子比賽家庭組別的冠軍羅子欣。恭喜劉子欣，你是第二屆多元智能全港幼兒體適能大比拼的全場總冠軍。